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清洁，我是东哥。我们昨天在菜场买了两颗小辣椒，准备种到我们楼下的，找个地方偷偷的种了，让它正正的，不要让它歪。耶，鱼腥草。别踩着我们的辣椒。辣椒。你指指哪两颗是辣椒？这颗和这颗。就两颗。哎呀，为什么有大有小呢？真是。椰腿儿怎么有大有小呢？你俩肯定不是一只鸡。你仨肯定都不是一只鸡。哼哼，死角大肥油，吃吃更健康。香叶、桂皮儿一点点就行。那就，加一点生抽，不，老抽上色的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盐就行了，再加点。Hello， 我们开始吃饭了。三干杯，今天吃肉了。大鸡腿儿，还有炒鸡蛋。你喝完吃饭了，吧？做的饭真累，我是真不爱做饭。如果自己不在家炒菜，还有哪个地方能吃到炒菜？那只有去饭店，是不是？只有饭店了。对，这鸡腿不咸，盐放少了，真香，肉就行了。我买的牛排，买的牛腱子肉。过几天我们就能吃到牛排了。他要吃牛排。就买了牛腱子肉，先自己卤。外面买的不是都是带有那个色素啊，要么带很色素，红的很奇怪。他们给你放很多盐，齁咸，就跟吃咸菜似的。我自己卤了，买了5斤125，你等25块钱一斤，还挺实惠。15块牛排才99。15块？那么15块大约100元。这样，7-8块钱一块吧。对。我不爱吃牛排，他爱吃。我觉得牛排是牛肉，但是属于那种可能粘到一起的，还是怎么样的，不是一块整牛肉。但是人家要吃，咱也没办法。牛肉是宽宽实实的，不好看。咱牛排圆溜溜的，不知道是怎么弄的，对吧？它这么大，切的。用多少吃饭？慢点吃。让他一天喝一个奶，昨天喝了三个，今天又喝了三个。我看你明天还掉不掉秤了？谁个？你右手吃饭。黑的东西是啥？这就啥了？除了吃饭时间，不要吃东西，好吗？好。你要做到，你要做到。一定做到。妈妈。你说明天吃啥？对啊，我们中午点餐，明天吃啥你自己选。我觉得今天是星期一，如果今天是星期一，这个星期六吃那炸鸡怎么样？如果今天是星期一，这不刚吃了鸡腿吗？如果今天是星期一，这个星期六能不能吃炸鸡？好吧。明天我想吃什么？什么呢？错了。对。我想吃那个牛肉片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啊。明天我们要再瘦一点，加油。